加快脚步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跟我进，跟我往里进。敌军还有三十，我干谁？打战场。嗨。我怎么就等着看？好攻。我的计划每次都。Nice， 你看看。这干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武器大师干啥呢？在那儿啊？尽力了，精神可嘉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为什么走着走着还读一下书呢？那武器大师啊，我这是真是服了这人呢。别跟同学做朋友，这个女警好猖狂。年轻人就是要气盛啊，狂一点。布利斯的力量，我不可能输。给个勾点，随时怎么回事？你那玩不玩还？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外人看来，我从来不会摧毁之力。到底还玩不玩？我就想问一下子。什么意思？莱布里斯或许很强，但他没我不行。真累。我的啊，可以。学个夹吧。他锤石为啥这么害怕呢？他为什么站我后边呢？我就有点搞不明白，咱们到底应该怎么玩这游戏呀？我的哥呀！全世界都在看着，别松懈。没有结果的努力是无意义的。回家吧。我回家呀，差50块钱呢。点你呀，干啥呀？我不信你，我害怕。点一下歌姬，没闪出去，哎，这下没闪出去。早点闪好了，其实省闪现了。我忘了那歌姬能控制我了。没事，先来个攻速海。我
喜欢计划顺利进行的感觉。上啊！那咋不上呢？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。哎呀！完了，又掉了，赶紧推啊！失败，完了，我吐了，这都啥呀？哎呦天！别秀啦，别秀啦，没抠出来，你给我双杀，还行啊。我感觉我刚才应该能双杀的。还好武器大师来了啊，还好。我不是来真是还好啊。我要的是闯出名堂。啊，这个女警贴墙会有这个动作吗？这人头又不是我的，这一次我必我们已经六个助攻了，加快脚步。武器捡漏王，我瞅着锤子我脑袋都疼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兄弟。什么情况下才会飘着走呢？
不能被控啊，这波被控一下就没了。那歌姬有意有大的，也根本也动不了啊。还行啊，我感觉我都不应该上去点，我压根儿我就不应该上，我上去干啥？你说他打不死人，他也没够着，他就要上去E，我的眼儿这么珍贵，我上哪放去哥？我永远都是我一个人，我怎么放眼儿？你跟我说这眼儿怎么放？我现在可以放眼儿，我去这个地方放个眼儿去，然后人家草丛里没有人，你说我放去干啥？那永远就垂死跟我两个人分开。他妈掉线三分钟，我连个屁都没放，你跑过来呀，开始吭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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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我。完事武器大师赶快过来，人家敲了两下塔。哎呦，哎呦这帅，有勾没？你要有勾可以，可以打，其实前提你得勾着那个围巾。那不行了啊！哎呦，加血！再来一下，行，打个游戏真他妈的累。我先打一天上路了，跟你们说一下，正好女警出新皮肤了，我寻思我上玩一把女警吧，跟你们。哎，好，行，玩看。玩一半了，五度掉线，
辅助掉五六分钟啊，我一个人搁这打俩，人头一个没有，人家家武器大师往下走，收俩人头直接送塔，一个 W 敲塔，敲完塔以后，人家家为人直接就起来了吗？起来以后就开始逼逼，呀，你这女警不行，你好好打上单吧，你好好打上单吧，你熟练度不行。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熟练度行了？我上来我说我女警熟练度贼鸡巴猛，物资在我面前都是弟弟，啊，我是说这种话了还是怎么回事了呢？你说？我喜欢计划顺利进行的感觉。一个不正常对局啊，外加俺们家辅助掉线完事就一顿逼呀，哎呀一顿逼逼，算了吧，没达到不杀了。很多领袖喜欢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建立威望，而我喜欢使用辅导加近身搏斗。我毫不担心，因为我就非得整的人家心寒，啥也不想玩，就为了赢，是不？就非得就是必须就得为了赢啊！就一直玩那熟练度就特别高的英雄，就必须得。来个蓝切吧，第二件出蓝切，第三件出无命，哎呀，我的炮车，快点灯喽！让那个1-9的剑姬人给杀了，我有点难受啊，不是这样来的。没太玩好，这波没玩好，菜呀！观众们，我能做到更好，我别无选择。
谁乱配去了？哦，他们家艾克乱配去了。我马上到啊，兄弟们。没法狙呀，这小驴人有意义。打个红的，维恩装备比我好太多了，也没有吧？他多少钱啊？我两件半，他也两件半，没差多少。我那都助攻，我十一个助攻，我协警。呀，小驴人，哎，点儿给我杀！那金身在我这儿不都是弟弟吗？那金身，那金身，这金身放的可以啊。大龙吗？一个一个放啊，金身还放金身。我给你们帅一个吧，啊，给你们帅一个，这个帅。六十秒一个，右上角给我来了个小标，嗯，就那种放大招的时候有那种小标。从没遇到过够格的对手，这永远都遇不到。这女警能给配个音，猴为什么不能给配个音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艾克过来干嘛来了？莱布里斯，你有什么建议？嗯，艾克，别入，别入，好金身呢，棒！我就喜欢这金身，我就喜欢这金身。对，你就放金身，放沙漏，你放一个，我加一个。下路怎么了？狙一个！嗯，吧。对，又是一个狙神，狂风之力。啊，因为女警成绩好。又踩夹了。完了，没点过去。菜。哎呀，真是菜呀。抠啥呀？确实不应该抠的哈，菜吗？平 A 好啊，不应该抠的，抠的干啥呀？确实抠没啥意义，抠还不如 A 两下呢。这应该先晕的。
跳！哎呦！不抠也打不过吧？不一定，我两枪暴击可能能打过。他白点了我两下吧？哎呀，投降了。他加了个血，最后加了个血。